师傅，可以告诉我比例了吗？2:1。什么二什么一？奶二，那个奶油二，牛奶一。这是奶油。二。好，我们再抓遇到了一点，要过来小旁边，你看到吗？好，那榴莲先称，你比如说你做一份的量，算一下，你先称50克榴莲出来。50克榴莲。对，50克榴莲。太怪，了归零，50克榴，归好，再加点水，我这等会儿再。我要少了，我要少了。这我还没半点进展。你的进展只有等他几个。好，等他好了之后，你就只能不耗，你有事不耗。这个没考的，没，我前面做的夸张一点，没有那么难。100克的奶油吗？对，100克的奶油，50克的牛奶。好，这啥是吧？这就是你做那个芝士蛋糕要这么多吗？你把它包起来，反正你料还要溜。哥，你在干嘛？没有。啊？啊？50克牛奶？哪个是牛奶？啊？这个是牛奶。50克奶油。哎呀，这个是奶油啊。这个牛油。不是你。牛奶，这个是奶油，对，这个是黄油，50克，不是，我说的是牛奶，牛奶多少克？你刚刚倒的是这个对吧？100克，这个是100克，这个是奶油，啊，这个是黄油，啊、我说的是50克牛奶，50克，好、哦，这两个都没有中，我没有，这是帮农农弄的、啊，农农要50克牛奶，我吗？要，好要，好，我刚才心里还在想，哎，这里如果拿下来，我这个转一下，这个它影响是能掉的。我就是蜻蜓抓我，啊，不接话是。原来做甜品这么闲哦。我觉得做甜品很好玩哎，而且重点是这里环境很凉快。我爱上这里，我爱上这里有这么多。哥哥先好了，跳啊！啊，分好了。它里面肯定有颗粒，就刚刚小白看到吧？就是这里了，坏了。好了，牛奶是牛奶啊。牛奶，奶油，全部倒下去。还有50克这个。倒。倒在哪里？全倒。倒这里面，哎呦，这个镜头里面，倒这里面。这里面。冰块啊！要多少冰块？冰块吗？看克的呀，克的做冰块多一点嘛多冰，少一点嘛少冰。不要冰吗？这个我可以自己来调整是吧？如果我想榴莲味多一点，吸了哎，对，再来点糖啊，你再来，就是拿了就熟了是吧？